由维京科技开发，国产 PS4 VR 专用游戏《揭秘计划二：远古之战》延续着前作的剧情，二代我们要与凯撒琳一起揭开远古时期地球与火星大战的始末。比起前作，二代画面有极大幅度的提升，游戏玩法也变成刺激的第一人称射击模式，能够使用雷射突击步枪、电浆枪、雷射链炮等离子光束枪、热熔飞弹发射器以及电磁加速散弹枪这么多种丰富的武器。主角身上有着名为专注的能力，启用后将有2秒的时间可以看清所有敌人的攻击以及弱点，善用这短短的2秒就能瞬间改变战况。此外，为了避免玩家游玩时产生晕眩感，制作团队也做了一些特别的移动方式，喜欢身临其境的 VR 玩家们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款国产大作哦。